预计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会宣布一项新的核武器战略，这项战略将使用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更加严格。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新政策将是为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做出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纽约时报》称，新的政策将宣布放弃新武器的发展，并且第一次清楚地说明美国不会用核武器对抗没有核武器而且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